年兽抓走了。想要解救怪兽，必须要和程序员一起完成舞动神曲的任务。程序员，要不要去救怪兽？还是去救他吧。让我们一起去完成任务。想来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跳一下国民美少女的开场舞，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配合一下好吗？谢谢。